Leg。来看台的记得右上角看清楚哈，右上角看清楚哈。安会不会卡？今天会不会卡？不知道。感觉 NONO 那边还是会卡哎、欸，我画面是顺的，可是 NONO 那边是卡的。那就没办法。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。哦，让我看看哦，这游戏线变很顺。我的游戏也是顺的、啊，但是直播出去的画面是卡的。嗯，你的嘞？微卡。微卡。对，微卡。安南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安。微卡吧。我的还好哎、欸，我的看起来还好。我的是会卡，我的看起来是会卡一下卡一下。编码过载。啊。还是你们编码？我的也是微卡吗？可是我自己看不会啊。考虑降低。程式或是更快的编码，他是说我编码过载，我重开一下，哎、欸，那我也要重开一下，好，我设定一下他的。他说编码过载是用哪个压缩方式？那边要改吗？X264换成，你是原本用X264吗？桌布，来看看 H264呢？X264啊，我没有 H264，我只有另外一个是用。显示卡编码的那一种哦 ，H264好顺哦，好顺，又好顺啊！看一下，我要怎么调 H264？ 我是在设定嘛，嗯，然后串流不是输出那边，对，串流里面的编码器，串流编码器 H264。哦 ，H264就是用 NVIDIA 那一个嘛？对，我是挂号 New 那个 OK。New 的这个好，试看看。New 哦，好顺哦，好很多，真的好很多。这样子吗？我看是正常的，为什么有人说卡？就是自己看 OBS 啊，看自己游戏都很正常，但是他们、我们自己开另一个网页 NONO Life 的网页，这样子发现好卡。对啊，欸、超奇怪，顺了。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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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了啦，顺啦，顺啦，顺啦，好，可以玩了，可以玩了，可以玩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们看不会卡了，就是好像，哦，哈，怎么了？我都反应，一反应在打扫鸟，怎样？你先打完，没有啊？你们刚刚在弄，我就想说先打扫鸟，哦，那就进去打扫鸟，很好啊。好，先去打一场烧鸟，顺看看。嗯，说声音先出，画面延迟哦，真假的？会吗？有吗？因为声速比光速快。啊，对，声速比光速快，反的啦，反的啦。光比较快吧？明明光比较快。什么都是太快了，怎么有点太快了？这哪里工伤？移动到你那边，我来了。就贯通打这种小子都真是很亏，你就换哦。今天有谁？影月、杰克、繁星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大神、刀皮、秋风、巧克力。太多了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以上都没有，没有，以上都没有。后面讲的几个都没有。那你们听声音会不会也会不会跟画面不同步？如果会的话，讲一下。不同步就算了，至少画面顺。
反正打龙嘛，其实不同步应该还好啦。你就听到我们先叫，然后你就可以看画面了，发现然后那个画面就晚点晚点出来这样子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叫了。嗯，参加任务。我、哦、回工作室了，对，回工作室了。现在还有点呛呛的吗？你还在呛吗？有一点。等他下午被团团灌酒，明明就是你自己灌自己酒，哪有？是你们慢出，哪有慢出？你们慢出，哪有慢出？你自己眼神已经开始恍惚了。我看到的画面是我自己手出，我明明就比较快，你比较慢出拳，啊，这都被我在喝，真是。哎呦！卖招，骑车还想走啊？花鸟这个抓得到吗？抓头，抓得到。哎呦，可以！好多都踩在他头上哦。好抽，好抽，好抽，好抽！他头上可以骑几个人啊？好重的感觉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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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！要打了。他好可怜哦！不会了，哦，对，我要换武器，我要换武器，我要换武器，我要，你们够了！吃牛排，你吃西瓜，奶超，你们够了，够了！怎么了？你刚发什么事了？打没办法输出了。哦，好好好好。为什么不能叫？叫啥？叫 Uber 啊！好、啊，可以加一个坐骑，他只会载你过去。就坐骑啊，刚刚不是你有看到？可是哦，这两场为什么都不能叫了、啊？可以抓龙撞墙了吗？可以，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可以了。飞翔走啊！戳你眼睛！戳你眼睛！下来累了，累了，拍水，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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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我没吃饭呢、欸，不用吃啊！啊，我被传下来了。你吃，你打烧鸟吃饭？有啦，我有吃啦，其实。我怕肚，我肚子饿。刚下午吃的还不够，还不够吗？我是真的真的，刚晚上没吃饭呐、啊。哦好。我们也吃到四点多，快五点不是吗？后面都在喝酒好不好？为什么会喝酒？用巧克力点的奇怪的饮料过来呢？一开始也是你先开始喝的啊！我小酌，那你们就跟着大酌，然后这酒那边就猜拳，我都输，过分。那是你猜拳的问题啊，不能怪我们啦。是你已经开始看的画面变慢了哦。是你慢住，我你就看到你们三个三个在被欺负。哎呦！哎呦！好了，没火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没火了，拿多火出来啊！好，繁星被载走了，麦当啦！计程车！哎呀，撞头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吸一下，哎，吸一下。吸吸什么？吸吸吸什么？你到底要吸什么？吸什么？吸什么？还想吸啊？又是一排的啦！到底要吸什么？一整排的吸，是插不出来，然后一直狂插。对，你知道你双刀打我多开心了吗？掉落物哦！哦，特大四雨，特大四雨。什么特大四雨？哦，就他的新的道具啊！哦，那顿饭很热闹，没有啊，很没有很热闹，但就哈基喝得很开心。是你们灌我灌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你把我灌，为什么不能叫坐骑？会不会是因为这里这样子没办法过去啊？我可以叫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要叫一只，到底为什么？哎，关注了，我也没有坐骑的按钮、啊。我们怎么叫坐骑的？就是你快捷键上会有啊，不是快捷键啊，你的包包里面会有。
包包里面。嗯，你要找猫咪过，你要去小屋找猫咪，他会给你这个。有啊，我找过了，我登录捷径看看，登录一下。没有你那个吧？你进度还没到吧？阿吉。可是我讲猫咪讲过话啦。还有没有说你可以用？就是跳出这个教学，然后教学我把它关掉了，这样子。那应该是有啊，可是它会自动放在上面啊。对啊，你滚轮滚一滚就有了。就是我晚一点就跟猫咪讲话看看。任务有据点用。哎、欸，哦，没错啊。启程喽，启龙龙喽，走喽。Hello，Hello， 你是被切哈基多？哦，有按钮出来啦，他没有预设，没有放上去。哦，哦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，要打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是叉叉的、欸，战斗状态无法取。战斗不行。啊、可是我刚刚不是战斗啊。那自动我就不知道了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叫你中耐冲哦。哎、欸，我要抓，我需要幻鸟荣誉。车车，要怎么？我看一下哦。上啊，车车。登录捷径任务使用吗？还是叉叉？就很奇怪啊。车车 Go。哦，我是叉叉。那呼叫坐骑会在哪一格啊？嘿，哈基，你看我。就滚轮啊、欸、我来啦，我来在画面上。滚轮上是没有啦，但是就是快捷键有，哎、欸、是没带，嗯，有啊，他一定在身上啊，他不用带啊，奇怪了，我觉得我没跟猫咪讲话，所以我没看到，我是一下子在打那个猛牛龙的时候，旁边猫咪就有惊叹号，我是跟猫咪讲话的，吓、嗯、到惊叹号，拜托，猫咪有哎、欸，幻鸟龙玉有哎、欸。恭喜！耐眠珠四，魏坤啊，魏坤啊！哦，原来我的声音被调小了。我有幻鸟龙玉，我没有。看，就只有你能骑龙啊！谁叫你要骑龙？我可以叫 Uber。哼，所以你才没有。所以你的钱，你的幻鸟龙玉拿来当费用了。啊、可恶，真贵！在叫啊！在叫啊！所以先打哈基的进度啊！打哈基啊！什么？打哈基？先打哈基！打哈基啊！好啊！先打哈基！好，我去找小屋，我去跟猫咪讲话。他在小屋里面的那个猫咪吗？对对对。小猫太小。小屋里面的猫咪。小屋。这里有小屋吗？哦，看到了，他头上有惊叹号哎！有啊，在雪地这边也有小屋。都有啊，前往据点。你据点，哦、这个，这个找到了。啊，这个呼唤坐骑啊，可以听从指示。啊哼，好，有了各种坐骑可以叫了。我会了，我学会了。咋了？坐骑可以爬墙吗？好问题，我没骑过。他会直接跳过墙。要看、oh. 有藤蔓，他也会爬藤蔓。哦、oh. ，哥，哦，有时候他都跳的。是跟进来之后跟猫咪讲话是不是？跟自己的猫咪。自己的猫咪。嗯。管理随从。啊，没有啊，那我表示我讲过话啦。猫咪没有东西啊。那就是你可以叫了吧？我、哦、是有按钮，但是就是叉当叉叉的，奇怪了。没有，就像刚繁星也是啊，有按钮但是叉叉的、嗯。对啊。贴心提示：你这场有幻鸟荣誉哦，需要叫 Uber 吗？那你，你叫了就没有幻鸟荣誉喽？看你还敢不敢叫？叫啊！哇！奈根啊，先吃，大家先吃个饭、啊。奈冲使用餐券啊。
奶冲，他这进度在那个吧？打完蒙牛龙，要打那个独臂了。独臂，嗯，那应该要先去看一下进度才能进，我们才能进去。奶冲、哦，对啊，他是预设在身上的啊。嗯。脉冲，三格洞，白色的。三格洞，白色的。哦，看到了，然后找半天找不到。嗯，为什么会知道？被你们打到很不开心，不得不知道。尤其是阿基。哎、欸，装一个就够了吧？一个就够，一个是挡王家用的。哦，好好，气死！怎么都机会出来？哎、啊，什么东西？没事。气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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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跑个剧情，好。啊，这里是蒸汽是不是？